哦，一般什么人爱吃啊？一般那种小朋友啦，小女孩啊，喜欢吃这个东西。啊，像我这种大哥哥来吃的比较少吧？对，像你这种很少。很少哈、啊，哇，里边已经噼里啪啦开始爆了。对，这就差不多了吧？一点点，挺好的啊。点点，我们再稍等一下。哦，你看，现在关火，哥哥帮忙。你看妹妹、就是，让他再稍微焖一下，再焖一下是吧？对，稍微焖。这个很讲究哈。很讲究。有烤糊的时候没有？这看不好就糊了，一般是没有糊的时候。一般没有糊的时候。对。哦，要出锅了。再稍等一下，我们再看一下啊，还得出瞄他一眼，我也瞄一下，瞄一眼。哎呀，我那个乖乖，全部都爆起来了，你看。哦呦，还在里边翻滚着，对，跳跃着。再稍等一小下啊，好，再稍等一下下。哎呦，大猪小猪落玉盘，说的就是这个。小手法非常的专业啊，漂亮，999粒，老板今天开心，多给了3粒，一共是1004粒。漂亮，哎呦，都是圆圆的爆出来。对，都是圆圆。那老板手法还是可以的哈，老板手法还是可以的嘛。稍微量一下吧。稍微量一下就行了，是吧？稍微量。就这样一份啊、哦，还得在这里边。这个漏子会把没成熟的然后漏掉是吧？对，像每一颗都是很好吃的，焦糖味道。焦糖味道，我已经闻到了。你可以先吃一颗尝一尝。我怕烫牙。